日本国民最爱的71便利店有哪些必吃美食？今天和小北一起来看一看吧。第一个，水果冰沙系列，合人民币15块钱一杯，有4种口味。我喝的最多的是菠萝与伊甘蓝的，也是热量最低的一款，减脂期的宝子也可以放心冲，酸酸甜甜，太适合夏天了。第二个，白熊冰激凌71限定版，里面有橘子、草莓、蓝莓、菠萝加炼乳和冰沙混合制作而成，浓郁的奶香混合着酸甜的水果，再加上冰沙的口感，来上一口简直不要太幸福。第三个，半熟鸡蛋饭团，这是我最近怎么吃都吃不腻的饭团，里面是半颗溏心蛋加上酱油猪骨汤熬制的米饭，再配上美乃滋和海苔，一口下去香而不腻，超级满足。第四个，一风堂拉面，一风堂是日本非常人气的拉面店，这个是和71合作的同款泡面，配料丰富，还有一整片的叉烧，红色辣酱加上黑色香油，汤底鲜香而不腻，味道很惊艳。第五个，现磨拿铁。作为咖啡重度爱好者，所有便利店的咖啡最喜欢的就是71家的拿铁，热的冰的都非常好喝。据说他家的是专供奶，在北海道牛奶的基础上还添加了淡奶油，所以奶香非常浓郁。第6个，关东煮，我的深夜美食，好吃还不怕胖。最爱萝卜、鸡蛋、魔芋丝和牛筋，每一种煮的都非常入味，汤底也很鲜美。尤其是天冷的时候，来一杯热气腾腾的关东煮，既暖心又暖胃。日本便利店里的美食真的是太多了。